主持人好，播放咱两位感谢丹丹回答大家的进行的，这位华兄先，准备代表回应的，目前的问题，我以上要对我讲的。在这些问题里面，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，现在的民主选举以后，现在台湾是个民主国家，但是台湾人并不要中华民国。我想这个问题现在是普遍比较大家比较陷于困境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子把这个中华民国弄掉？我也体会，比如说唱国歌的时候，什么上民主民不当首，都会提到这个国歌，我们就反感，就是国民党的党歌，不是台湾的，不是台湾的国歌。看到这个国旗，我们也不好，这个国旗是国民党党旗的扩大啊，根本跟台湾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呢，就是需要考虑的怎么样子来反对国民党。刚才那个史明前辈讲的，最主要是改变体制。我觉得这个名称呢，还是个比较次要的问题。先把体制改变了，叫体制改变了，真的成为一个民主体制，是台湾人，是这个等于是台湾人的国家。像在史明前面讲，就80%是大家都信仰这个台湾民主主义。那我想这个名字改变，叫开一个会，那他就我这个公投就会改变了。但是如果体制不改变的话，我想这个名字中华民国这个名字你就改不掉，你怎么改法？那通过暴动还是什么？你立法院不通过，公投不通过，难道你通过暴动就可以通过吗？就史明前面那些讲了，就是这个武装斗争了。敌人用武装暴力来镇压我们的话，我们也一定要用暴力来抵抗。但现在是用投票，你不能说台湾还可以进行投票的时候，我不要投票，我要用暴力去把这个中华民国推翻掉，换一个台湾国。我想那样子情况下，即使我们主张暴力，我想跟我们的人也不会太多。但是干嘛要暴力？那可以投票，为什么用暴力？大家总是希望用暴力，能够借用和平的方式，尽量用和平的方式。但是我们这个目标要看得很准，就是中华民国一定要把它拿掉。用什么方式？就是要团结我们人80%，你公投或者立法院，那时候就这个改名字，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而改体制才是最困难的。我想这是我的看法。是要请苏明先生讲的这个哦，我是给先讲，今天演讲的内容其实有伊的广泛性，甲伊的丰富性哈，有伊的咱的反省都在，讲要团结哦，团结合作这个物件我以上给先讲卖流于口号。讲就大家拢接受我的领导安尼才有这团结，吼啊！而且呢吼，一定是伊若讲伊的没落是咧讲爱建立是正确的迄、那个比如讲少数民族的政策 ，minority 一部分啦吼，迄种政策，就讲咱的族群的结构呢，有这种70%、10%、20%这种结构，唔通干呐讲机械、机械的民主程序，啊，投票投来投票嘛，70%尔。虽然讲，你也在阿友讲，实际上咱70%都变成洗脑，啥啥，迄拢是问题。咱这个时阵呢，无意变做黄昏70%的人，无意啥话来特别挑起，这拢是问题。但是这个伊在讲的迄、那个团结合作，必须爱有强者，我所在爱会晓让。这物件要叫咱讲话清楚，这是一个较辩证性的啦吼。我要记一个例啦，就像昨昏这个田明敏教授拄完请去这个中央研究院讲一个地方，就胡适哈，胡适跟他的一段缘啊，所以伊咧讲的五控年代哈，50年代的一些台湾大学的状况，啊，那时就是伊就发现讲，哇，来这有萨孟吾哈，有胡适，胡适当然是特别上来了哈，当然，但是伊虽然是美国，但是为啥呢？关于好政策嘛，有影响嘛，吼。啊，所以讲，伊所看到的吼，就是彭明敏，其实他后来1964年了后，才行向迄个较
明显的对抗的体制。你掏钱呢？用做十大青年呐、啊，十大杰出青年啊，伊讲伊要去去做联合国吼，中华民国诶，迄个联合国诶代表团的顾问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人家要他去做，或者是在当时他的处境之下，必须去顺应下人家。迄个王医生伊一接到，安尼不中，然后走到一半去，迄个路无共款安尼啦吼。但是伊迄个角度就看到讲，就哇咱。其实之前跟我说是进步的中国人，那个时候就有进步的中国人，包括雷震先生这种进步的中国人，不是说我们在座的这进步的中国人，但是他也去发掘这部分的，真正我们的应用的时候，这部分的这个足用，当作滋养去看，去吸收它，这样的时候我们台湾的，他的 approach 是这样的，不要说这一个手就去切割，再变成我们一个比较便宜的，所以他比较强调的是，正面的民族主义哈，而不是偏狭的民族主义这个部分哈。都来来讲啊，都来王先生。如果我讲这个团结哈，这是当然的问题啦。但是讲，好像现在你讲的是哪？大家都做不完啦哦。这点我想，这阵啊，以前有一个。一个阶段啦，1950年到1980年，也不然是怎么吼？我是话，我是日本的，我是中国人，差不多一半人较侪。但是我1993转来，到这个2000年这个时阵哦。我来讲，我是台湾这款的文化，甲这款的土家吼，差不多全岛拢有啦。吼，你无论都市啦，无论乡村啦，你若讲问讲你是哪人，你大家拢是哪？生产线啊，我是台湾。伫海外，以前那是台湾，不过台湾大家拢唔讲话是哪啦？拢台湾讲的是哪？即马唔是，即马人。南宫什么韩那个韩风小姐也讲我是台湾，从七点已经台湾哦，从思想已经八一个阶段啦。从古今是讲出来是台湾人啊啦。问题是台湾人七阵啊吼，一千年都要是红通地无，啊，七日咱要安怎做主人？问题是七点啦吼，七点我来甲你讲，这是一个道经啦。这道经吼。若无就用个心啊，道心你免讲啦。像即阵啊，疫情上正常传个心啊，哪要讲免讲啦。但是，这个物件道心有武德道心，甲这和平民主道心啦。那从我个经验讲个，我1949年对中共转来，我看蒋介石拢是咯。听听阿爸拢是个是哪，从就无伫掠人啊，拢掠去都无转来啊，是哪，拢互杀到唔知影。啊，上面个是哪，拢就无各方面无论个是哪，各机关拢是就无伫打。啊，伊拢即拢红夫人去做，迄阵啊吼，我就是想讲吼，武力对武力啊，伊咧红夫人这边来讲民主个啥讲袂通啊。从迄阵啊，我才讲我做啥？我伫海外了，子弹厂在岛内。虽然是伫海外，也是呐，思维坚定是伫岛内。从迄阵啊，我才做一寡，也是呐，不能当做。譬如讲，大家也无来多迄落呢，重视也是呐，大家做回来迄落呐。甲兵火车啦，甲烧一些人啊，烧起来派出所啦，啊是讲甲放火烧迄个铁路甲个钢筋啊，甲烧啦，这个代志万有滴错，这都是这一个才讲无力斗争。但是他1975年哦，我是停起来，啊来啊，去抓一个人，你大概不了，会记哩，有一个叫做台湾政论啦，台湾政论即阵十四啊，听到尾后啦，国民党唔进去，听讲我讲，
台湾内底有民主，这民主主义的这个道德观拿出来。所以你怎么样，我就安尼停止，拢无做这个，我都不是道德的吼。